不应该是叫了吧？这个牛叫什么来着？嘿，哦，嘿吃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嗯，哟，那对牛屎，哎，这个做起来才拉风，是吧？那我们呢？现在呢，带带你去，算你去堂弟家，摄影师家啊。我母叔家嘛，摄影师家干嘛？吃那个，大家今天他妈做那个广西特产，那个馍，什么馍？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就是馍，是粑粑，粑粑，那个粑粑，那个吗？不是不是，那个不就读粑粑吗？馍，哎呦，这个花漂亮哦，本想拍一朵给你，啊！你不要去破坏那种，你还要长丝瓜的。哎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你知道这什么树吗？这个叫做春树。屁！这就是长的那个芽可以吃的那个。啊，我来看。是吧？不是啊，这就那个春阳吗？不是，不是这，对啊，不是这种，好不好？这能吃的不是这种，啊、是另一种。你再闻闻，对了吧？鹌鹑不是鹌鹑的，香椿。香椿炒鸡蛋，你有吃过这个菜谱吗？香椿为什么要去炒鸡蛋？炒。香椿为什么要去炒鸡蛋？香椿为什么要去炒鸡蛋？香椿炒鸡蛋哈、啊，这是一道菜，你有吃过吧？被我带偏了，炒鸡蛋了。哎，我这个普通话还比你那个走好一点了。啊，我正用心地来爱着你，人家本来是我正用心地来爱着你嘛。啊，你整天那个着还有走啊，分不清。拿出个多音字，多音字，多音字。多音字在普通话里面来说，人家就是要读着，啊，着或者读着或者读着啊，就是睡着了，是吧？还有什么着？那你走。四川话他就讲睡错了。那你是说你就是带有这个四川？哦，这里包粽子那个是的。包什么？包粽子那个。包粽子。不是啊。什么？这是可以包粽子那个。可以包啊。这个也可以包粽子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们从来没有用。这就是包粽子那个意思吗？是吧？我们从来没有用这种包粽子过的，我们有专门的那种粽来，专门就是包粽子的，它就是为它就是大粽嘛，它就是为那种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包粽子了，哎，这种这种它那种包的，这种其实这种食物它就是在广西，它就是为了包粽子而生的。人家那个才是人家那个可能是别的笋吧。别的省份嘛，在广西的话就是这个。别的笋。哦，他说那个竹笋，那个笋。纠正一下那个。这个在我们九龙村就是为了包粽子而生的。人家堂弟都说了，你那个视频为什么要剪那个糖？别乱剪我。说就说，这不被动手啊！我先跟你说，为什么堂弟你那个视频为什么堂弟要剪那么久哈？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你那个普通话太普通了。你在学校里面播干燥。干燥叶啊，要不就是上去。耶，也不是在这里了。哦，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鱼丸。是不是啊？这个就是拿那个米做的那个米粉、面粉是吧？米粉，然后它里面包有一些馅。然后煮的一个，哇，这个好像那个福州鱼丸哦，福州鱼丸。这种就是一个水煮馍，它也有煎的呢，没有煎的呢，没有煎的，还没煎呢。啊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拿米去打，拿米去打的这个，那就像平时你们包的一些什么包子啊，或者小吃之类的，放点馅的，那是煮的。这里面什么馅？尝一下那里面怎么馅，不馅，再咬，大口一点，猪肉片，没馅，这什么？这是饭，你那个吃看不住了，给你，我给你演示吃，好
点试试。一些猪肉，哎、还有一些什么四季豆，还有一些豆腐皮，嗯、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放莲藕，反正剁碎了那种，嗯，放点对对，里面有莲藕。莲藕啊，放在一起剁碎了，那就用来做馅了。你小心一点。你慢点，这个就是吞得下去啊。这个很容易爬梗的，就把这个撕下，难看的哇。一口下去的话，就感觉又回到了那种小时候过节的味道了。因为以前你想吃这种，基本上都是在过节的时候才有的吃。你们过什么节？每个月都要。哈哈哈哈哈！过年吗？好像每个月都要。是不是你们过年了？过啊。你们过年跟我们是一样的吗？不知道，那你留在这里过一年就知道了，是吧？嗯，让我去捉那个，我也不懂。嗯，清明节啊，这些你也在这边过过，就是也见了一些我们这边的一些风俗了，好吃吗？再来一个吗？再吃一个。回来了，那个还没吃完，吃一个，够了，够了，还吃不完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好像就是，他讲的馅不够咸。不会啊，怎么吃那么咸？哎，这个倒是很甜啊，蛮好的。这个是不是？你家有这个吗？有啊。不是你这个苦。有啊，这个就是冬辣椒。啊、哦，对啊。对吧？有啊。不是也弄个那个虎皮辣椒，那个。有啊。用皮蛋抓一下。鱼蛋。皮蛋。皮蛋，你听过那样做吧？那是你们做，我们吃一下。哦，是。是不是？是，我喜欢吃皮蛋。我也喜欢吃，我喜欢吃。哦，凉拌皮蛋我就喜欢吃。喝点汤不？不喝。没有问题。你喝点汤吗？还要不要？要喝稀饭汤。要水是什么？要粥。啊？要粥。要粥。要水，要粥水，要粥。要来水吧，喝点水吧，这个太粘了，还给你。刚才我觉得最好养哈，这个忘记了。我们这边的孩子不都这样子吗？天天就他就是喝点粥，改了，晚上吃点饭。这是我堂弟，找儿子了。你那个小叔的孙子是吗？啊，我小叔的孙子，这是我堂弟的。吃饱了没有？来，上面来，等一下一起来。还吃不吃？吃啊，吃了一个馍，吃饱了，我也吃饱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小弟慢慢吃。给你一个锅巴。这个感觉真爽哈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。来了，上厨房一番啊，吃饱走人。在家里就这样。在家就是这样啊。耶，这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、啊、叫含羞草是吧？啊，含羞草吗？耶，它都不会，它都不会害羞嘞。那不是说害羞了它又会合起来吗？哪个？这个啊，看一下。耶，它这个可能像我一样脸皮比较厚，它都不会害羞的。什么？它跟你一样脸皮厚？你过来看一看。你要一动它就是会合起来的，它这个跟我一样脸皮比较厚，不会害羞，所以说它就不是含羞草。它到底是还是不是？哎、哇，这个树好看，这棵、啊、意思它就不是了是吗？不是，这个树好看了、啊、好看吗？是 百花菜吗？这苹果树吗？是不是苹果树长这个呢、啊、我不知道怎么这是苹果树、啊、怎么是可能是苹果树。你看这里不是有个吗？这个是一种油花类的茶花，茶花，你看这种花。不过我觉得它这个更好看，你看吗？比较特别哈。嗯，这个不知道我五叔去哪里，是山上面自己。走，抬。挖来的。拿个石头抬去直播间。因为我就那直播间那么小哦，那么小放这个下去都放不下喽。那很多，知道吗？都直接上来了吧。但是哦。